在看到的是男子组独中漂六十米直道赛的决赛。那么从这个起点裁判长的一发令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二道、三道以及六道这三名运动员就率先冲了出来。那么目前来讲，一道和二道间隔的非常近，并且咬的是非常的紧，进入到了最后十米的冲刺。我们看看运动员加油，最后的冲刺。人要解决两个不稳定的支撑面，第一个是水面，它是不稳定的，第二个那个漂是圆的，踩上去它会转动，所以人要同时控制两个不稳定的支撑面。